出。雏禽出壳的第一眼是非常重要的，它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生平第一眼看见的动物认定为自己母亲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们不要过来，你们不是我的孩子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不要走。你们这些扁嘴的家伙，离我远点，你们不是我的孩子。哦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小鳄孵出来了。啊，走开，走开，哎呦，好痛！你这个家伙，想要干嘛呀？如果你再敢欺负这些小鳄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小鳄们认定了黑母鸡是他们的妈妈。不过黑母鸡却一直不认可他们。妈妈，妈妈，你在找什么啊？妈妈，这种东西好吃吗？你们好烦啊，不要再跟着我了。妈妈，妈妈，哎，真受不了这些家伙。这些小鹅看起来很美味啊，今天能美美的吃上一顿了，机会来了！啊，妈妈，妈妈救我！不要跑！啊，不要怕，我来了！不准伤害我的孩子！你的孩子？你是在开玩笑吧？母鸡生出一群鹅来，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！少废话，赶快离开这里。哎呀，可真凶啊，这个家伙是不是疯了？妈妈，你好厉害。是啊，妈妈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我不是你们的妈妈，不过我倒是可以保护照顾你们。你能保护照顾我们，那就是我们的妈妈。没错，你就是我们的妈妈。好吧，那我就当你们的妈妈。就这样，黑母鸡慢慢地接受了这群小鹅。但随着小鹅越长越大，它们开始向往到河里畅游觅食，毕竟这是它们与生俱来的本性。老吴，你家的鹅还从来没有下过水吧？是啊，他们这不是还小吗？都这么大了还说小，这都是因为你让一只母鸡养着他们。他们跟着母鸡哪里敢下水？这和我家的黑母鸡有什么关系？我今天就让他们下水游给你看看。来来，去河里玩玩吧。你看到了吧，他们即便是被母鸡带大的，但仍旧是鹅，依然喜欢下水游泳。啊，危险！哎呀，你家的黑母鸡这是疯了吗？孵化出了鹅就以为自己是鹅啊，竟然还敢跳进河里。哎，这只傻母鸡，它这是要下河去救那些鹅吗？哎，你这个家伙不要命了呀，真傻的。经历了这件事情后，黑母鸡竟然有一种失落感，过去他一直保护着的鹅，他们已经不需要自己来保护了。嗯，终于长大了。妈妈，你尝尝这个。
味道很好呢。你吃吧，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食物。夜晚，鸡舍里，黑母鸡在那里睡觉，而那三只鹅在一个角落休息着。嘿嘿，看来今天能饱餐一顿了。鸡有夜盲症，到了晚上什么也看不到，因此那只黑母鸡丝毫没有觉察到危险的到来。啊，你们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不好，黄鼠狼，我们的妈妈有危险，我们快去救她。对，我们快点去救妈妈。住手！哎呀，真可恶，竟然来了一群多管闲事的鹅。赶快离开这里，不准伤害我们的妈妈。妈妈？你们有搞错吗？发生什么事情啊？啊，黄鼠狼的味道！天啊，黄鼠狼来了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你们的妈妈，她可是一只鸡呀，赶快走开，别捣乱。救命啊，救命啊！哎呀，好痛啊！不准你伤害我们的妈妈。哎呦，今天真是见鬼了，一群鹅竟然认一只鸡当妈妈。你这个家伙还不赶快走。哎呦，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的，孩子们，真是谢谢你们。几个月后，黑母鸡孵化出了三只小鸡。这些小家伙吸引野猫，但它们却都不敢贸然发起攻击，因为在它们身边有三只威武的大哥。你们看。哎呀，老吴，你胆子可真大呀，这么小的鸡你都敢带出来，难道你就没看到那些野猫一只只虎视眈眈的，都准备大吃一顿吗？放心好了，他们不敢轻举妄动的。你没看到那些小鸡的大哥们正在保护着他们吗？他们的大哥？是啊，你们看那里呀。怎么样，有他们在，那些野猫呀哪里还敢放肆。真是没想到，鹅竟然真的会和鸡成为一家人。当然了，动物之间也是有感情的，他们懂得互相关心和帮忙。嗯，难道你们没听说狗妈妈养大幼虎的故事吗？那只老虎即便长大了成了百兽之王，仍然听那只狗的话，并视其为妈妈。老虎都如此，更何况这些温顺的家禽呢？嗯，你说的对的。
今夜千绕，只